这位是储备店长，他叫周星星。店长好。店长好。来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另外一位储备店长夏天宇。冉冉时光甜点店你好，300个云朵起司，我们只订了300，全部算我的可以吧？你要刷卡还是付现？你脚边有蟑螂，哪里？我看这样好了，我家里还有空房间，你们就先暂时住在我家。爸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就把人带回家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华视频道，因为你如此耀眼。